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五定情龙复盘课，好吧？哎，继续我们的五定情龙复盘课。好，在复盘课交流之前，我们郑重声明：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凡是鸡熊班学员，必须做到四不得、四不要。免责声明：过往案例仅供参考，不做未来收益保障，就是操作风险自负。啊，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这里呢，大家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把实盘放在第二位。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好好学习的基础之上，在学好本领的基础之上，用自己所掌握的量学技术知识来进行实盘。只有有好的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就是说，我们赚钱，实盘赚钱，是在学好量学技术的附带品。哎，学好量学技术的附带品。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真正把量学技术学好了，我们就……哎，顾老师。哎，等一下，哈哈哈，好好好。好的，好的，谢谢。就是阴阳轮回、动态平衡、揭示规律、解剖密码，是我们量学技术这一门股市科学，这个是我们大家所要学会的。也就是说，大家学习量学技术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我每天让大家看这四句话、16个字呢？那么，这是我学了十几年量学以后，我总结出来的高度的一个概括。我们的股市不就是阴阳轮回吗？有涨有跌吗？那么，这个有涨有跌是怎么遵循动态平衡这个原理的？对吧？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它是遵循动态平衡的。什么叫动态平衡？它在一定时候平衡，平衡之后就是失衡，要么向上失衡，要么向下失衡，然后再找平衡，找到平衡之后，要么向上，要么向下，就是这么一个动态的反反复复的过程。那么这阴阳轮回也好，涨涨跌跌也好，动态平衡也好，它是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股票也好，股市也好，涨涨跌跌都是人所为，都是主力庄家所为。既然是主力庄家所为，那么它就有踪迹，就有规律。那么，同样，正因为我们这些股市啊、股票的涨涨跌跌是人所控制的，那么它就有不，人是有不同的性格，人是有不同的庄性，啊，有强有弱。这里的人所主力庄家所代表的，就是说他们的实力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因而他们的操盘手法也会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解剖密码呢？就是我们量学技术可以把这个什么样是强庄，什么样是角庄，什么样是什么牛庄，哎，去把那个庄性特点呢，尽可能的都把它揭示出来，通过这个量学技术。所以说，我们大家只要把这个量学技术真正学会了，我们定下心来，我们就可以擒龙捉牛。那么擒龙捉牛，不要着急，因为这龙头牛股是不是一直有啊？龙头牛股不是一直有。而且大龙头是不是一直有啊？大龙头更是少之又少，阶段里面会出一只大龙头，哎，小龙头会有好多，对不对？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有定心三智慧，不见龙头不动心，不达标准不开枪，九阴真经不放手，就平时不要天天操盘，哎，不要天天操盘，天天操盘的就像天天上战场，天天打仗，那不行，那效果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呢，就是不要天天战斗，我们看准机会出手，要小鱼小虾不要要，我们精专请这个大鱼，好不好啊？盯着大鱼，好，这是定心三智慧。我们经过30多期的课程的沉淀，鸡熊班的沉淀，我们总结出五定情龙操盘体系。哎，只要把这个五定情龙操盘体系所需要的量学知识融会贯通了。我们实盘操盘赚钱就是手到擒来，哎，就不再那么辛苦了，也就不再那么痛苦了，好吧？好，第一个就是智慧定心，刚才讲了要有三智慧，
这三指会，那么 KAG 定位啊，攻守冲防我们的位置定性， LWV 就是亮柱定性，亮柱定性刚刚给大家讲交流，一起分享交流过我们的七大测试杠杆是吧，七大测试标杆，一柱一线十八阀就是我们的拐点啊，九大拐点，拐点定价它就是什么，哎，就是我们的进退标准啊。那么最后就是集合金价三走势，量估定势集合金价三走势，就是盘中开枪的，决定盘中是否开枪的啊。那么是盘中是开是进呢还是退呢，就是最后来通过盘中来决定啊，量估的强弱以及集合金价的表现。好，那么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上证指数在这个地方，我们用量柱的标杆，量柱的杠杆啊，老这里面标杆是标杆，量柱的七大测试标杆，七大测试标杆，我们这里核心的是这个高量柱，这个高量它是阶段里面的，向左看，它基本上是阶段里面的白日高量柱。这个白日高量柱它就是代表着主力多空双方的庄家争夺非常激烈的位置，激烈的地方啊，非常激烈的位置，激烈的地方。那么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就是什么，这个高量顶能不能跌破呀，这个高量顶不能够跌破。那么反过来说，我们是突破高量顶确认要跟进，我们这里面要什么样叫做确认呢，确认三确认，第一个必须要中大阳确认，如果是一日的话，如果不是中大阳确认的话，我们需要三日定性，三日定性，一二三连续三日，那么还要看它的强与弱。现在我们是什么，连续三天站在这个高量实顶之上，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今天甲是甲阴真阳，这个甲阴真阳虽然为甲，但是它这个也是怕人的，对吧，冲高回落这个走势它还是先看跌再看涨，对吧，先看跌再看涨，要看它明天的表现啊。这个另外呢，整体的涨幅大不大呢，哎，在这地方小阴小阳折腾，阴阳不齐啊，什么那强不强，不强，还是不强，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等王牌定性，就要等王牌定性。什么王牌，我们这个已经是王，这个也是王牌，这个是王牌，大家注意啊，这里面有点就开始涉及到王牌柱的知识点啊。我们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它也肯定是一个王牌柱，那么这个第二个跳空，截至今天它跳空缺口没补，它变成什么了，它也是元帅。那我问大家，在我们这个位置谁是元帅呀，在这个位置谁是元帅呀，他是王牌柱，他是元帅柱，大家说到底是他是元帅还是他是元帅，我问大家，大家给我互动一下，今天跟大家再普及一点小知识，普及一点小知识，左边的前面的第一个，对对对对对啊，后一个，马上有一个说后一个是吧，有分歧了，后面一个是不是，就分歧了，所以这里就要注意了啊。我们这个按照，如果仅单纯的按照标准来说，他是元帅没有错，但是问题这个元帅前面他还有一个王牌柱，这个时候大家说在这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两个元帅呀，在这个时候几把手只能有一个，几把手只能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箭头的这是元帅，对吧，这个，但是我们可以有阴阳元帅啊，阴阳元帅，那么但是这个阴元帅呢，我一般不把这样的元帅当阴元帅啊，阴元帅我一般是阳，要叫什么阴阳元帅挂帅，我们阳元帅是不是要阴元帅的后上面啊，
阳元帅的阴元帅的上面，那么这个阴太高了，虽然它有个跳空缺口，那么我不把它当成个阴元帅，好吗？哎，我不把它当成阴元帅，我这样讲大家能明白意思吗？但是我们这个可不可以当阴元帅？我们这个是不是阴元帅？这个是不是阴元帅？对，这个就可以是阴元帅，因为什么？这个阳元帅已经跑他上方去了，是不是？这个王牌已经跑他上面去了，所以他是可以是阴元帅。但是我们这个呢，我们一般不要把这个当阴元帅，好不好？哎，但是我们这是阳元帅，这个呢，我们就是黄金柱，把它降级为黄金柱，好，就是这样一个划分。那么，但是我们接下来。明这根后在后面呢，明天呢？哎，明天如果再反包的话，那他就把它升级了，是不是？他把它升级了。如果出现是明天强势上涨，这个不破底，他又升级为王牌柱了，好吗？哎，是这样的。反过来说，如果把它包掉，他就牺牲掉了，他就是就等于说就不行不强。哎，所以明天这个高亮顶啊，就相当的关键。明天能不能再站稳高亮顶就非常关键。好，另外我们近期给大家强调一个点位，一个国分线3491点，大家说3491点有没有有效突破？哎，3491点目前也就是当前一个是高亮顶是核心矛盾，一个是国分线是上方的核心矛盾。今天高开之后。并没有，它是高开回落的，没有把这个3491点给站稳，好不好？没有站稳，还是大盘当前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好，还是所以说这个点我们明天继续关注啊，上方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大家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位置就是现在是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如果从上往下有效跌破了我们这个白日高亮顶，大家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哎，就是说明天如果明天集合量波，如果量波很强的跌破这个高亮顶，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大，因为我们的口诀就是跌破高亮顶，逃命最要紧。好，懂吗？哎，反过来说，如果明天是不破这个高亮顶，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进做个股，就是从短线的角度，好吗？我这样讲清楚吧？哎，这看这个高亮顶的争夺啊，如果结合量波，像一点点就没事儿，哎，量波倒三维，明显的弱方强，空方强势的往下，就是明显要跌破这高亮顶的，那么像这样的就是风险就大。它是一个加速的，哎，加速叫加速下跌，好不好？哎，好，如果守住呢，那反过来了，踩着高亮顶，大家知道的啊，踩着高亮顶，而且又是健康的量，那么它就是康桥，而且是战略性的康桥，哎，战略性的康桥，后面这些都是康桥燕子，好，这些全部就是康桥燕子呢，啊，这是特训班的知识，我点一下，啊。明白没有？这个是大势这个方向，就是根据中当前是个高亮柱啊，这个定得胜。今天很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这是什么？大家注意到今天是什么？今天这个成交量也明显放大啊，今天的成交量明显放大。如果我们抛开这根亮柱，从这根算起，从这根算起，是不是今天又是一个新的高亮柱啊？今天就是一个新的高亮柱，对吧？哎，是不是一个新的高亮柱？那么这个新的高亮柱，大家想一想，明天能不能往下走啊？哎，按照这个新的高亮柱来说，明天也是不能够跌破3474点的。啊，我们今天最低点是3473点，对吧？3473点，所以在这个地方，明天它是不能够跌破3474点的。哎，如果跌破3474点的话，那它短相当于跌破这个高亮顶，哎，这就是亮柱的知识，杠杆，
高亮柱，大家一定要清楚，高亮柱它并不一定是全屏最高的，它只要相对的某一个波段里面的高亮柱。哎，像这个今天的亮柱高不高？哎，今天这个就是相对的，就是高亮柱了啊，比较明显的高，就不能够跌破，好吗？哎，如果明天有效跌破今天的最低点3473点的话，那这个短线行情就要变走弱了，偏弱了。那么今天说明空方的力量比较强，就是出货的力量就比较强，好不好？我这样讲得清楚吗？哎，我这样讲得清楚吗？对，3474点、3473点，这个就相当重要了啊！一个是百高，一个是今天的高亮柱。哎，从这两个角度，这个不能跌破高亮顶，这个不能跌破高亮顶啊，就这么简单。这个知识点我为什么强调呢？用在个股上一样的重要。哎，这个股上出现高亮柱，你跌破的，你赶快要择机先出来，不然的话风险非常大，灾祸，好吗？好，这是刚才讲了一下大盘，那么现在提的事实在证明啊，我们把量学技术学好以后，我们就可以什么紧跟龙头，紧跟强者，紧跟龙头，紧跟强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浙江建投们，浙江建投我们应该是在第一个板呢，我没上心啊，没有高度的重视。第二个板晚上我就注意它了，所以第二天早晨集合竞价一开盘，我就马上提醒大家，就在这地方马上提醒大家，浙江建投板了，对不对？浙江建投板在这提醒大家。然后在这一天的话，我又观察了一看，它结果高开探底，迅速拉板以后，我说又一个强庄。然后在接下来的早晨8:02，我就强调了三星规律学习案例，对不对？三星规律学习案例，我跟大家已经交流了，说我这已经迟了啊，应该第一个板出来就应该能发知道它，它这已经是小背阳过左分了啊。这个案例我已经重点分以后，这一天是背阳，温和的背阳过左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强势的表现。问题是，我当时只把它当成什么呢？我当时是把它当成建筑新建设的龙头，对吧？建筑新建设的龙头，然后我就没想，没把它往什么上去想啊，没有把它往一带一路上想。哎，这个就说明我的知识啊有点缺乏，我缺乏战略思维，我缺乏国际性思维。哎，为什么这样说呀？哎，我就没有把这个国际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对吧？那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思想啊？哎，这个战略啊，哎，这个一带一路它是怎么样？是我们国家提出来的，是为了怎么样提高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地位，对不对？哎，提高我们国家的战略地位。那么这个已经提出来了好长时间，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之下，在美国跟俄罗斯这个之间矛盾重重的情况之下，实际上他们跟我们国家好不好，本来美国跟我们的矛盾也是重重，前阶段斗的也非常的激烈，我们的对我们的南海，是不是对我们的南海啊，都是，哎，这还有台湾啊，香港啊，可以说他搞事情就不断，就不断的进行，是不是在不断进行啊？所以我们国家必须通过一带一路团结支持，哎，团结俄罗斯也好，团结我们相关的可以团结的力量，哎，对吧？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这个一带一路，而且一带一路这个板块啊，在我们新的二月份也是反反复复的，对吧？我在截图的时候一直个股也是活跃的，就是当时就把它也是想成是新建设板块，哎，当时也是把一带一路简单的想象成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新建设，对吧？我们以前的那个海南自贸啊，是吧？上海自贸啊，雄安新区啊，是吧？这些都属于我们，也是属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我们的，哎，结果今天想象不对头，
这个跟我们当前国际形势还紧密联系着，就是说又近期进一步引起重视，而我们竟然这个我就没有及时跟大家提出来重视一带一路，是吧？哎，这个就是我的思维还不够开阔。哎，我对一带一路实际上近阶段是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我就头脑就是跟我的知识确实有关系的啊。我们任何人学习知识越多越好。哎，我们任何人啊，不要说知识多不好，关键是我们学了知识以后去怎么用，不要变成知识越多越反动就行。我们只要把这些知识化成有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哎，就是说我如果我们对国际形势了解的比较清楚，这个一带一路呢应该高度重视，因为近期它也反复的活跃，而且龙头牛股已启动，对不对？哎，有龙头牛股已经启动。那么也就是这一次呢，我没有把它大家点名了。我当时就想着，我一直想着这个浙江建投是建筑新建设的建筑板块，它一个那个，结果没有把这个一带一路强化啊，向大家表示歉意啊，这个没有把这大家点到位。如果我把这个跟这个一带一路给它点得更透一点，哎，透视更清楚，那就棒了。是吧？那就棒了啊！好在我们这龙头，回过头来很有意思吧？但是反过来说，大家看到没有？只要我们用量学的高标准龙头战法、龙威武战法，哎，我们龙头总归是跑不掉的。而且阳光提升了，在不断总结的。我们一只捉不到，我们可以捉两只，对不对？啊，第二只捉不到，我们可以捉第三只。好，这个。我就不多讲不行了，他为什么呢？他已经是龙王了，哎，这只股票大家看看是不是已经是龙王了？龙王是什么特征？按照我们量学技术标准，它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四个板、五、六，这天实际上也是板七，看到吗？它七个涨停板，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涨停板是不是达标了？正常情况下，七个涨停板已经达标了，那么我们最多再涨个两个板，八九个涨停板，结果它后面还来了一二三四，就十一个涨停板，从头到尾来了十一个涨停板。好，十一个涨停板可以了吧？结果被停牌了，被停牌之后呢？大家注意了没有？被停牌之后，上来是跌了，昨前天是跌停。基本上跌停，尾盘有翘板，然后昨天又来个低开，但是高走，盘中摸板，放出近期的高量。大家看到放出近期的高量，大家看到没有？按道理一般人敢不敢做呀？是不是一般人常态的话我们也不敢做了，对不对？我昨天在北大盘带盘，我就提醒这只股票，盘中又提这只股票的，嗯。它是什么呀？已经是高量了，对，昨天是已经是高量了。那么你这种高量，这种股票今天是不是应该跌呀？哎，你今天是应该跌了，结果它今天还是高开，高开之后探底，然后又起来，啊，基本守住还是阳关道，然后又是涨停板。所以强不强？太牛了啊！所以这样的票应不应该给他龙王的地位？哎，这就是龙王的地位。就像我们前期那个九安医疗涨了一倍了、两倍了、三倍了，它还涨，还在涨。所以这只股票是当前的龙王，是当前的风向标啊！我们在跟踪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研究的啊，我们就不追了啊！哎，就是。是不是应该有龙王的地位？我们票还应该还有空间啊！但是我们看戏好不好？不是顶尖高手，哎，不是顶尖高手，我们呢就是还要看戏，好不好？哎，还就看戏。哎，你那个胆子大的啊，胆子大的可以按照标准，关键是大家要记住标准，好不好？哎，就是说什么标准？后面阳关道能不能破？阳关道能不能破？阳关道肯定不能破啊！
你只要破阳关道，我们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有效破过阳关道？没有有效破过阳关道，所以我们的标准就最简单，由涨转跌的第一个关拐点就是阳关道，只要阳关道不破，就抱着股票笑，对吧？哎，只要阳关道不破，就抱着股票笑。咱们记住一注一线十八法的标准就 OK 了。好，这个呢，我们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我们只要紧跟强者，哎，向高手学习，向强者学习，哎，我们就提前一日点能够把龙头捕捉到，对吧？能够捉到。那么另外一个案例，哎，宁波能源，宁波能源这个我捕捉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对吧？哎，这个捕捉的很及时。那么在这个涨停板一出来，我盘中一看，这只股票，我一看这个量价建构不行，大家跟住，这个要一旦过分了就强了，哎，一旦过分就强了。结果我们分享交流呢，第二天就是过分，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四个板、五个板，一共六个板了，是不是？当前这种就叫标准的龙头，对吧？哎，这种能像，这是当前的标准的龙头。好吧，哎，我们明天就是什么七个板了。明天七个板，按照常态的情况，我们干什么？哎，就做好出货的准备，好不好？如果明天那个量波啊，老是开板呢，不停的放量啊，反反复复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出货的准备，好吗？哎，昨天被吓出来了，这种龙头，你不要吓得这么快被吓出来干什么？对吧？龙头嘛，在最起码一般七个板左右，你至少到六个板啊，对吧？好，那么这个是什么呀？哎，这个大家注意，我们观察哈，这个是绿色电力，这个是光伏，是不是？生物则能光伏，这个绿色电力这块主要是绿色电力块，我们要留心一下，什么时候绿色电力板块是不是会再来呀？啊，我是给大家讲这个思维啊，我们抽空再研究一下绿色电力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龙头牛股啊，是不是过两天绿色电力板块整体会，哎，整体走强啊，是不是？昨天也跌下牛背了，哦，跌，昨天应该高抛低吸嘛，四个板不高。不错是不错了啊，四个板不错是不错了，可以高抛低吸啊。这个我已经讲了几次是龙头了，是不是？哎，这是龙头啊，踢了一把，我们安住教还在手上，安住教还在手上吧？好，好，好，不少的这个啊，哎，所以这个大家眼光的问题哈，还有操盘，我们有赚就好，有赚就好。我不是说过吗？我宁赚3000不亏3万，哎，我以前跟一个朋友做了一只股票，叫000938的，是不是？我是看着不对头，我赚了3000块钱，我赶快出掉了，结果我们那个朋友没有出，最终他亏了3万出来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交流啊，哎，人要执行量学的标准，该进进，该退退，我宁赚3000不亏3万。啊，就是明这个龙头有可能七个板，也有可能冲八个板啊！我这样讲一下，因为当前除了我们的浙江建投，接下来就是它，还有谁呀？就是准油股份，对不对？哎，接下来的强者就是我们的宁波能源和这个准油股份。对吧？哎，准油股份呢？我前面没重视它。我第四个板的时候，第四个板要出来的时候，我提醒大家的啊，就是宁波能源这个案例，大家再注意一下，做好八个板这的准备，好不好？看看，哎，吃了三个板走了，能吃到都不错，能吃到都不错啊。然后呢，我们的龙神龙发现在清楚了吧？哎，我们的队员操作的非常精彩，是不是？我们的队员操作的非常，我们曾军非常精彩。龙神荣发擒拿35%出货，再一次见证量学神奇啊！多业五八的技术，就是龙神荣发，我们这一波实际上这一波已经60%-70%了，是吧？
从这一波到这边已经是60%，走就70-80%了。如果这只股票大家在这个位置盯着做它，结合一定的高抛低吸，到今天出货接近翻倍，对不对？是不是接近翻倍？那么今天我们就该出了啊！今天涨不动，只要后面特别在这个地方量不背离了，就是超四格了，就是说这个天线和人线是明显背离了，我们应该高抛一下啊，但不能把你高抛就出掉。那么我们结合我们的量柱的知识，又是我们的七大什么标杆，今天是什么柱啊？今天是明显的高量柱，所以今天还在手上，今天在手上的，今天早上才进的，今天出不掉级的。哇，你这个引上啊，你又是个新队员呐，是不是？哎，你又是新队员，刚刚报名进来就急于实盘，你亏钱了，你不要丧失信心啊，做好亏钱的准备，对不对？引上啊，我记得好像你是刚刚报名的，刚刚进我们的农威武特战队，进来就追这种板，是不是？进来就追这种板，哎，那你做好亏钱的准备啊！哎，哪里？我们是昨天那个，你昨天不进，今天追什么板呀？对不对？对吧？我今天也低吸了，大家知道我今天低吸在什么位置吗？哎，我今天低吸在这里，啊，哎，我今天低吸在这里，大家看看为什么？一个底，两个底。三个底，啊，量估三个底抬高，然后下面对应的呢，下面对应的是无量了，下跌已经无量了，好不好？我是在这儿低吸的，哎，盘中让我也低吸之后就拉升，拉升之后最多赚了十几个点，但是最后回下来了，但是还是，那么。涉及到今天进的队员，包括我今天还买了有增低吸了一点，那不过明天应该干什么？执行我们的量学的进退标准，啊，这都是无定晴朗的拐点。我们今天的是，这是个高量柱，啊，今天是一个高量柱，这个高量柱，而且是比近期是怎么样？明显的高，我们又是连续上涨之后，所以说大家明天必须做好什么的准备？哎，做好出货的准备，还在手上有的就要做好出货的准备。明天不高开也好，如果是高开冲高，先实后虚，哎，先实后虚，就是先看着实顶。如果高开的话，它冲高的话，不过虚顶干什么？哎，不过这个虚顶，我们也要做好出货的准备，随时准备出货。反过来说，如果低开呢？低开的话，有两种情况，大家啊，这个是我操盘的一种体会啊，我跟大家讲，但是具体的呢，我们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如果它明天上来就低开在阳关道之下怎么办？如果他明天上来就低开在阳关道之下怎么办？冲高就出。哎，我们就是我觉得就不要着急，就是等他观察一下量波的表现。哎，我们就看一看，忍一忍。哎，可以忍一忍，忍什么？忍它这个高量底的表现。就是上来如果明显低开，接近在轨这个阳关道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忍一忍，好不好？看它破不破这个高量底，再决定进退。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忍啊，对于强势品种啊，它后面就可以给你机会。也就是像这些股票，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出货的，马上就掉头就大跌的，
一般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一些。而且今天这个量波啊，从这个量波的形态，庄家在高位没有明显的出货，就是说高位没有明显的放量，看到没有？没有在高位出到狠货，所以可以忍一忍，好不好？如果跳空低开，然后拉拐呢？哎，拉拐的时候我们就结合量波，如果向上拉拐，它就高量顶，实顶都不过，怎么样？就是说，那量结合量波的，如果不强，然后拉拐这个尖角不冲，冲不过这个高量实顶，咱们干什么？哎，咱们就，就干什么？对，咱们就拉拐给它清掉，好不好？就跑掉。如果是明天是低开以后，那个叫跳空阴未破底，高于人线不吃底呢？哎，所以这就具体叫看情况，我们叫结合起来。原则上，明天做好出货的准备，除非它低开高走，好不好？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这是就是不要贪心，就不应该贪心了。这只股票启动点在这个位置，你在今天就追板就引上就追太高了哈，典型的还是原来的传统的操盘的模式。我们一般的散户，包括我以前，都是喜欢追涨杀跌，涨高了就是担心它还要涨，然后就盲目追涨。哎，今天再来追龙腾龙发就不应该了，好不好？哎，这波不止百分之，如果是从整体来说，它不止55%，对吧？好，这是龙神龙发跟大家交流一下，说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再看别的。好，我们接下来看是谁呀？我们按照我们的五帝青龙这只股票成达药业，我记得我哪一天晚上跟大家重点交流过，我说这只股票强还是不强？这只股票首先看这三个板，这三个板是强势板，这三个板强势板，然后调整。在这一天，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当时看这两个阴啊，缩量不明显，不是说我们那个 V 量型没有缩得很漂亮，但是它在这儿就是给了一个涨停板，也就是有时候大家就要去想一个问题：当我们觉得它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它恰恰走得那么强。我这样讲的意思，我讲得清楚吗？就是当我们你本来这两根阴啊，这边不应该出涨停板的，结果偏偏它这一天出了涨停板，强于预期，这就说明什么？哎，我们叫好好叫注意这样的股票了。我这样的讲，大家也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我讲得清楚吗？就是我们平时去研究票，有时候研究了它该涨，觉得它应该涨，觉得它应该强，结果它就老是不涨，就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那这样的票就是什么？哎，当我们判断该强、该涨、该强的时候不强，拜拜，那有可能就弱了，就好好就。反过来说，当我们的有的票我们看知道的强，但是还没觉得它在这个地方就能涨停了，它偏偏在这个地方涨停了，对吧？偏偏在这涨停了，那就这个票叫上星了。哎，往往就是强者来了，就是该不该强的它强了。当然，我们这个票我们说过了，这三个板是强势板，三元联动，对吧？一二三，三元联动啊。实际上这边还有跳空，好。到这个位置，它是回踩不断的，看到吗？R U A 附近，哎，这个也是一个强。接下来是不是精彩了？我们这是板后单休，这个我们说超过10%的，我们大阳也可以当成涨停板似的，又是板后单休。然后大家看，我们用我们的七大测试，是吧？标杆。七大测试标杆，这个是什么柱啊？昨天呀、啊，前天呀、啊，这是什么柱啊？这个是什么柱啊？哎，这个又是不是最近的一根高量柱啊？比前后都高得多，
高亮柱。那么大家想象，在这个位置，它向上的拐点是谁呀？向上的拐点不就是这个高亮顶吗？对吧？哎，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五蕴情笼，要定下心来，不着急，要我智慧。三智慧定心，智慧定心，那么定下心来就守候等待这只股票，对不对？然后等待着股票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我们的五蕴情笼的分析，这是不是一个奥？这个地方是不是二奥了？底部抬升的二奥，大家说好不好？底部抬升的二奥，它是牛的二奥，是不是牛的二奥？哎，牛的二奥就是坑二拐，好，哎，量柱定性，量柱定性呢？我们刚才讲这一波量柱定性很漂亮，就是说这个地方量柱定性不是很漂亮，但是我们刚才有队员讲了，它还是什么？哎，它仍然是长阴短柱，对不对？哎，它仍然是长阴短柱，它的架柱比前面的是长。但是量柱比前边的就是短，它是比例十条形的长阴短柱，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就详细分析，它也是好的，然后踩到这二一位，对吧？形成一个小 W 这个形状，量柱定性。量柱定性还有什么？我们仅仅是 LW 位不行，我们这些是什么柱啊？我们这些是什么柱啊？是不是元帅？这是元帅降低，是不是元帅？是不是元帅？这个是一个非常架升，这个这么量价配合的涨停板的元帅，涨停板的元帅，这个是阳元帅，这个是什么？阴元帅，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呢，它也是一个跳空，跳空架升量平长阳矮柱涨停板，强不强？强不强？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预定阴元帅，是不是预定阴元帅？所以量柱定性，这是一个强装，哎，还是一个强装，好吧？这是第一，这个量柱定性的。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哎，拐点定价，是不是拐点定价？拐点定价我刚才讲了，哦，我们这里是高量，哎，有的队友发现了，他前这个可以当成梯量柱。梯量柱后面常态是什么？调整，昨天是调整了，但是量柱是缩量的，价柱是最终是悬一三一的，悬阴三一，缩量悬阴三一。关键是今天怎么？哎，我不管你后面可能还会调整，但是你今天只要向上，五蕴情笼第五个是什么？量波定势，对不对？哎，最后一个是。量波定势，那么我们就看今天是不是一旦突破这个拐点，就应该干什么？突破高量顶，确认要跟进。好，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软件上，给大家看看今天这只股票的精彩。今天这只股票非常精彩，大家请看，这个高量顶是116.12，啊，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天的集合竞价，哎，这个集合竞价，大家说漂不漂亮，精不精彩？集合竞价早盘下面是什么？是红彤彤的，是不是红彤彤的？红彤彤的，我们是看涨的，然后再看我们这个直价线，这个直价线是密集横着的，横向尾盘上翘的。对不对？横向上翘的，大家有没有发现？精不精彩？是这个，我给大家讲过的那个结合竞价，结合竞价三走势给大家讲的，是不是漂亮的？是不是非常漂亮？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结合竞价。好，然后开盘之后，它有没有是不是按照标准走的？它是该涨的。结果它就是该涨的，该涨就涨了，一路正三维，是不是一路正三维建构？哎，天线在上，人线在中间，地线在下，这是我们量波里面的标准的正三维。
好吧？然后呢，我们刚才看画的一条拐点，拐点是116.12，朝这个地方一画，大家发现问题了没有？哎，呵呵，是不是太精彩了？哎，这个怎么标价不对呀？感觉，等一下啊。116.12，对的，我来看看我这里标没标错。对的，116.12，对的啊，要。大家请看，今天的量估是不是一个是集合竞价非常精彩，上来就正三维建构，然后第一次摸高量顶下来，是不是下来？然后第二次就突破高量顶，再回踩一次回踩起来。两次回踩再起来，三次就变成了圆角波，看到没有？圆角波就已经不破我们这个高量顶了，这个位置已经是不破高量顶了。大家发现没有？而且这个地方已经是缩量圆角波回踩人线，回踩高量顶，这就是盘中的确认。所以呀。我们今天这个五定擒龙，第五定，对不对？第五定啊，开盘定势，量波定势，是不是？是不是到位？啊，是不是到位？大家看看，所以我们这个五定擒龙，我们再来大家来看的这个几个方面，是不是？我们回顾一下啊，大家一定要学习，通过学习掌握量学技术以后，一个是定心是境界。定下心来去跟踪，不要天天实盘，不要见到看不懂的股票就急着实盘，不要见到不是龙头股就急着实盘，哎，要学会定下心来去跟踪龙头票，去发现研究跟踪龙头票，定位是核心，哎，开 AG 定位，对吧？二坑二拐，我们从二奥的三奥的上升途中的奥，哎，这个。定位是核心，定性是灵魂。我们量柱定性，对吧？量柱定性，我们这只股票就是元帅，哎，一路元帅起来，长阳矮柱元帅起来，非常强势，对不对？是一个强庄啊，非常之强庄。这是定性是灵魂，定价是关键，拐点定价，我们一柱一线十八法高量柱，对吧？定势是保障，量波定势。三走势结合竞价，是不是完美了？大家看我们这只股票是今天是不是又是经典呢？非常完美的，我们就要做这样的经典的完美的票，好不好？完美的票，所以只要大家定下心来，哎，只要大家定下心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哎，就擒龙这里，好，这个是因高量有点骗人，是吧？哎，因高量有点骗人，因高量，大家，哎，问题就来了，不论你是因高量还是阳高量，我们在日向当中怎么跟大家讲的？所以啊，这个不同的庄家性格不一样，我们在日向怎么跟大家讲的？阴高量也好，阳高量也好，常态干什么？常态是下跌的。对，问题你出了阴高量以后，你还要看整体的量的大小，对吧？你还要看整体的量的大小啊，然后呢，看它阴高量后面的表现，好吧？啊，那么在这里大家看，第一个集合竞价之后的阴高量怎么样？第一个阴高量后面就涨的，是吧？一路涨，然后涨这边是不是阴高量啊？这是不是阴高量啊？好，这个阴高量小跌，然后又给突破掉了，看到没有？而这个阴高量呢，是在坑坑里面的，这个阴高量是在坑坑里面的，后面又是涨的。好，到这个阴高量呢，也是在这儿，是调整了，对吧？是调整了，但是我们刚。日向为王，哎，你这个地方看清它的意图是干什么？这个地方是围绕日向的高量顶在争夺，哎，围绕日向的高量顶在争夺，而且到后面这个量，大家看到没有？
哎，到这个地方它完全就缩量了，然后一根就倍量阳启动了，看到吗？直接就倍量就吊起来了，对吧？哎，就倍量就吊起来了。这个票有点飘拢的意思啊，有点，但是不是标准的飘拢，它有点龙行虎步相结合的啊。这是正三维，好吧？清楚吗？清楚吗？跟昨天的有点相似哈。所以大家看，我们的龙潭票里面今天有不少只啊，对吧？哎，今天有不少只涨停啊。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周末划线练习票研究透了。机会是不是多呀？啊，机会多是不是多呀？啊，这我不能再讲了，我不能再老讲你那跌的股票了啊！啊，不能老讲你跌的股票了，对呀，好不好？你的标准都不执行，这就不行了，好不好？这是陈达药业，今天按照标准是非常好的一个伏击的一个机会。好，强者这只股票还有没有机会？这只股票按照今天的走势，大家看是不是？哎，是不是价板量平？哎，价板量平，好吧？哎，价板量平，这个虎跃峰，你把你这个案例画在群里，请大家交流。哎，我不能每天都交流您磁盘的案例，对不对？对吧？您要在群里面。不然的话，我每天找那种不好的票，我变成个别的了，那这样对大家不公平啊！请理解一下，自己要学会标准，哎，只要自己逼着学习，好不好？然后这个就是陈达药业，陈达药业今天是加量，而且这天是一个强庄，对吧？是不是一个强庄？这是一个强庄，这只股票只要有好的机会，不要追涨，千万不要追涨，对吧？哎，千万不要追涨。我们就是说，你应该按照标准来，哎，慢慢有机会，最好明天干什么？最好明天来一个，再来一个假阴真阳，对不对？再来一个板后单休，或者说板后单枪，然后再等稳健的机会，哎，不要去盘中去急追，除非懂量波，量波非常强势的跳空阳做拐上，是吧？哎，也要做拐。那是时候，懂量波，这个时候要懂量波了哈，千万不要新队员急着追这样的票哈。我今晚讲归讲，不要急着追这样的票。那么我们另外一个票选的就不好，叫兆龙互联。兆龙互联，我当时选了，整个形态也还不错，但是呢，当时也有这个量价建构啊，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这个庄性啊。看不出很强势啊，这只股票还可以。那么可以的话，就需要耐心。哎，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不是是，这个不是涨停板，看到没有？这是不是的？它是高开低走的了，是吧？这是，但是总的是涨的。这个涨停板比较漂亮，金次阳啊起来这个涨停板，随后这个量价关系不好，那么怎么办？耐心等。今天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它整个就是往下走，看到没有？哎，密集撮合区，这就是集合竞价密集撮合区，这个是该跌的，往下走的，该跌，结果就跌了。这个走势能不能今天能不能出手？下面跌的时候，标标准准的红肥绿瘦倒三维进购，是不是倒三维进购？那么像这个票还不可以动，那么到还是可以跟踪。对吧？已经到了什么位置呢？这个涨停金，我们就要用涨停金战法去跟踪它，好吗？这个票说实话不抢，为什么？你看这个踩的，啊，有没有踩的？踩的没有底，是不是？大家注意，那个强庄啊，踩的时候它能踩得非常精准，那么一般的庄家他踩的时候呢，就踩不到位。30.04块，这是多少？30块。最高是30块，这个收盘价有没有收到哪去呢？找不到完全精准的地方，是吧？哎，找不到完全精准的地方，就是说那这个牛庄，我们昨天的龙神龙发，是不是也是踩着高量顶啊？踩着高量顶，精准的一分钱都不差，对不对？好吧，好，这。
这个票我们用涨停经营战法标准是什么？鬼门关。哎，如果明天集合竞价很漂亮，然后正三维建构，有效突破鬼门关，大家把这鬼门关设置好，那么这只股票因为涨停经营没有破坏，它就有戏啊，那就有戏。这个兆龙互联这只股票，那么通润装备这只股票看今天，这个也是没有给好机会是吧？这个是高量，大家看到没有？你凡是出高量之后有没有收获？一个是高量底没有有效收获，第二个鬼门关没有过去，你就不能日向，要一定要拐点，要搞清楚。然后像今天的走势行不行？今天的直接又是往下的，对吧？一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是不可能，没有出手点啊，不能买，反而要出货啊。宁波能源我们就不说了哈，宁波能源我们找时间跟大家我们再来详细的用坑奥管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坑奥管的一个案例，好吗？金山股份，哎，看到没有？金山股份，金山股份两个板后它就干什么？哎，这一天是冲高回落啊，这个是不好的，是不可以伏击的。随后有没有机会？没有伏击，没有。今天怎么样？今天这个可不可以啊？今天这个像这种股票，你是跌破高量底的，然后早盘这个一波急升的，需要观察。那么这叫后波无后劲，第二波就没有第一波强了，又是急升的，那么这个往往是不是伏击的机会啊？稍稍等个一刻钟就不会伏击。但是这只股票可不可以跟踪呢？应该是可以跟踪了啊，我们注意一下。当时选择它主要是看什么呢？这个位置是缩量二一下来的啊，缩量二一下来的。然后这边呢也是缩量，这个涨停板起步了，对吧？涨停板起步，这是接力大阳，接力大双阳涨停板。那么这个是温和的涨停，结果它这一天冲高到了这个位置，冲高才回落，那么接下来又是缩三一，连续是缩量，对不对？连续缩量，那么我们就用涨停基因战法结合这个过峰保底啊，这个是小的傲尖峰，然后这边是涨停基因战法，所以在这里面能不能守住涨停板的底，出现反包，出现未量型，好不好？我这样讲这个来就要跟踪，这个时候又要用集合竞价量波形式比较好的，出现拐点。我看这个地方拐点是什么？大家看这只股票向上的拐点是什么？这个地方向上的拐点是什么？给我选的话，我看看大家跟我一起找一找，这只股票我们拐点应该是在什么位置？我喝口水。高量顶，哪个高量顶啊？阳关道，阳关道，鬼门关，哎，跳空阴实顶，大阴顶。好，我是在倾向于这个哈，这个阴比较大，而且这里有个跳空，给我取的话应该是取三块三毛二，啊，给我取是三块三毛二，就是必须要有效的，有效的就是把这个跳空缺口，跳空缺口是空方的元帅，对不对？向上跳空是多方的元帅，向下跳空是空方的元帅，所以这个票是 3.32， 我来给大家实质一下看看啊， 3.32 我们看看今天的盘中，大家看怎么样？哎，今天的盘中它是量波一下突破了，但是这个量波第二波就后波无后劲就下来了，再下来有没有把这个踩稳啊？有没有把我们这个三块三毛二给踩稳啊？它没有踩稳，对不对？没有踩稳就无效了。所以说如果明天它量波正三维建构比较漂亮，稳稳突破了再回踩，踩稳了，量价配合要理想的话，然后那就可以了，
好不好？好，我这样讲得清楚吧？讲得清楚吗？这个啊，这是金山股份，我们用涨停基金战法结合拐点啊，就是有效把这个缺口回补的，就是机会。南星股份这样走的话，像这个走，说实话就锐我的预期了啊，锐我的预期。它今天这样有没有机会？哎，这个是绿油油的结合竞价。大家看到没有？绿油油的向下，绿油油的，要保持谨慎一下，等它这个地方走走好啊。今天走的不好，那么这个就是要把这个高量底给收破才行，是吧？哎，目前来说，大家注意啊，目前来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案例呢？它这个实底给跌破了，但是它跌破以后，这篇侦察兵，我们好好又要静下心来分析到细。这个是高量，这一天他弄了一个假阳真阴的侦察兵，捅过高量顶，所以这个地方的套牢盘有没有被消化呀？这个地方的套牢盘已经被消化掉一部分，然后今天呢，它是啊假阳真阴，既要务必当心又调整，对不对？但是早盘又冲了，是不是上方又被捅了一下？又捅了一下，好。不过这里面啊，这根高量啊，它是有基础的，哎，就是像这样的高量，它是有基础的，下面的是它们的基础。同时，我们要先实后虚。什么叫先实后虚？这个虚底有没有跌破呀？哎，这个虚底它还没有破，它是18.1块，今天最低是18.08块，就是虚底还没有有效跌破。啊，再加上这边还有支撑啊，这个涨停还有脊柱，那么这个是阳关道是多少？阳关道是18.18块啊，这是18.18块比较上，所以在这个位置，如果出现掉头向上，好，拐点是什么呢？大家说这只股票的拐点选什么呀？这只股票的拐点选什么比较好啊？哦，这天的开盘价是18.7块，这天是18.78块，拐点选什么比较好啊？哎，稳一点的话，我看看啊，稳一点的话，这个取鬼门关也可以的，啊，取鬼门关可以的，稳一点的呢，就取这个高量底，好不好？哎，稳一点的就取这个高量底，一旦突破高量底，强势突破就有戏。今天这个整体来对比。也可以是什么？哎，也可以是长阴短柱啊，就是不是标准，不是明显的长阴短柱，这是我们按照标准来，好不好？这个就是今天没机会。哈空调，我前面就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妖股，是吧？比较妖的哈，哎，那么这个顶尖高手就行了，哎，就是妖股，大家看就是这个打阴，哎，这个是阴，然后下来，这就来了一个缩量涨停。强不强？非常强。然后今天它这个也是绿油油的，这个绿油油就对了，说明分歧加大了。分歧加大了，开盘以后是红的，然后整个横盘震荡两波，这就要懂量波了，是吧？要不要着急早盘买？最好不要早盘买，哎，早盘买就很容易上当。但是经过一个两个走到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呢？哎，走下来，大家看下面的量价配合是不是还可以？然后人现在往上，在这些位置，一个国底、两个国底、三个国底，这个地方可以适当的跟踪研究，啊，这个必须是高手哈，啊，那么今天这个票我也不是，我是把握不是非常大哈，实话实说，哎，但是从今天这个，如果今天这是个高量倍量涨停板。这是倍量涨停，如果明天是变态向上的，那这只股票就牛了，对不对？关键我们的伏击点要好，今天伏击的就冒着风险，明天继续走牛那就牛，如果明天不强，我们该出就要出，好吗？该出就要出，这个按照这个走势应该向上，对吧？按照这个趋势啊，这只股票应该向上，这是哈工条。这个可以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我们看拐点啊，拐点的话，今天的拐点是什么呢？
今天的拐点应该看它的 R 一位，这个大阴的 R 一位，它的大阴的 R 一位是6.65块，所以我们在这个图上可以标上6.65块，6.65。好，大家一看，6.65在哪儿呢？6.65还远远在这个今天的下方，所以说这一只股票就是拐点定性。啊，这就是拐点定性，位置定性。它今天已经最低点是6.68块，而我们的鬼门关是6.65块，所以像这样一结合，我们这个量波回踩到这个底部抬升位置，可不可以伏击啊？可不可以伏击啊？这就可以适当的伏击了哈，哎，可以适当的伏击了。这只股票，但是我们最佳的是昨天，但是昨天确实太猛了哈，这庄家太猛了，是狡猾的庄家。那么今天伏击就做好两手准备。哎，我现在对这股票啊，除非少数的龙头强势品种，一般的股票，它庄家说涨就涨，说跌就跌，它就是这个是涨涨跌跌是很反复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基本面去分析它的。对不对？基本面不能告诉我们它到底该涨还是该跌，所以我们只有按照标准来啊，按照标准来啊。这只股票按道理，没说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把这个突破掉，应该涨。但是今天放量也很大，放量很大，在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主力吸货的概率更大一些，哎，好吧，应该是主力吸货的概率更大一些。那么明天就继续涨。反过来说，如果他明天直接跳空一拉拐不过高量顶，我们该走就要出，好吗？我这样讲得清楚吗？真的是应对哈，这股市里面没有绝对，哎，只有少数强势股票，我的把握很大，但是一般的股票就经常会出现该涨不涨，该跌不跌，这涨涨跌跌，真真假假的这个过程，哎，真真假假的。对吧？就是三星规律，哎，这个，任何一根架住的最高最低点都和主力庄家有关，一般呈现真中有假的量价关系，对吧？哎，这个好吧，这个难的，这只股票难的。好，另外一个叫龙源电力，哎，龙源电力大家看到没有？按照标准，我们是不是应该盯着它？哎，还是应该盯着它。只要这个涨停板金不破，我们就可以盯着它，有机会就进行高抛低吸的 T 零操作，这个就是涨停基因战法，板后横行，对不对？板后横行，对，好吧，四修啊，板后四修也行。今天是跳空阳，明天就比较关键。那么明天这个位置向上，这个地方是不是高量？哎，这个地方是一个高量啊。哎，如果这个高量一旦突破了，向上了，这地方就拐点就出来了。这地方如果向上突破的话，应该就是要中大阳了，出现了。啊，龙源电力，它还是绿色电力，注意啊，又是绿色电力，又是次新股，好不好？哎，这只股票可以跟踪看一看，继续研究涨停基因战法。拐点，最近的高量是它。对吧？然后这个位置它是最高量，到这个地方有点高了，我们是不是看这个位置，先看这个位置小分顶，哦，分顶，对，分顶，好，这个是小的奥加分向上的拐点啊，清楚没有？向上的这里比较先的第一个拐点是就是看这个位置啊，还是看这个位置，哎，明白不明白？对，它是缩量的，然后今天是跳空阳，跳空阳看明天是不是继续向上。像今天这个量波强不强啊？这个量波也是不强的哈，所以一定一般要观察一刻钟到半小时。今天就属于震荡波，哎，属于横向的震荡波，不强的。这是龙源电力，三洋马，我以为它王者会可以来的，大家继续用。涨停基因战法跟踪它，好吧，哎，技术涨停基因战法跟踪它。那么这个拐点呢，
这个拐点也取这个跳空缺口啊，取这个跳空缺口做拐点，就是57.6块，哎，这个说三一加说三一的，只要这个涨停板进一步破坏，然后再掉头反包，像这样的品种，不排除再有表演的可能性啊，就是跟踪一下。龙宇燃油，龙宇燃油，大家看今天的拐点在什么位置？按照我们昨天设置盘前三线，今天拐点在哪？这个是极进型的拐点，高量底是极进拐。像这样的，我们标标准准的拐点应该设置这个鬼门关，就是8.98块，对吧？哎，就是8.98块。所以我们在8.98，我们在分时量波上。前面我就不讲了，我主要是讲这个定势了啊，定势是吧？是保障，大家请看到没有？又是一个经典案例，对吧？又是一个经典案例。哎，这只股票该涨不涨，冲高回落，然后缩三一，是不是涨停基因？涨停基因战法，涨停基因没有破坏昨天跳空的假阴真阳，是不是跳空了假阴真阳？然后今天拐点在这儿，我们看今天的量波是不是漂亮？哎，今天这个量波有点特别啊。特别在什么位置？看到没有？它应该是什么？这个是横的，很漂亮，它是控盘的表现。啊，下方是什么？大家请看是什么？绿油油的。啊，我喝口水啊，是绿油油的。那么，按照这个表现，今天应该干什么？该跌还是该涨啊？按照这个集合竞价，绿油油的，从量柱的角度，它今天应该是下跌的，是不是应该是下跌的？但是事实上是如何表现的呢？事实上是跌了，对不对？小跌即回，是不是？小跌即回呀，啊，看不懂集合竞价是正常的，是不是啊？结合竞价，我也是自己悟了好长时间，也跟着一些师兄师姐们学了好长时间，自己才那个懂的，好吗？哎，这个结合竞价，你一般挣的也不懂也正常。啊，这书上没有的，对吧？这个密集撮合区，然后是不是下来掉头就向上啊？该跌不跌，掉头向下向上，所以量学里面这个涨跌辩证非常重要。有时候你既然该跌不跌上去，我的标准是不是站稳这个密集撮合区啊？给大家已经讲了，它就是最短周期的一个什么趋势，它首突迅速突破，突破大家看我们刚才设置的鬼门关。是不是地冲过了，冲了一下，回下来以后，我们跟集合竞价结合起来，然后在密集撮合就上方，然后就人线是不是踩着做了一个小双底，再上去就突破了这个，是不是迅速突破？什么叫有效突破？有的时候像这种夯的比较扎实的突破，那么它往往是强势，所以这个案例今天也是很精彩的。啊，不过呢，这个庄家是比较下面的量价关系也是上涨放量下跌放缩量，这是明显的标准的，对吧？也给机会了啊，所以关键是要懂这个集合竞价啊，这个集合竞价就是该跌不跌，然后站稳密集撮合区，看懂了这就是开枪点，看懂了这个地方就是开枪点。那么如果保守一点的，一发现了掉头，马上就要开枪。所以这样的股票要不要盯着？哎，我们大家做股票要不要像花心啊？左一只右一只的，左一只这个看看那个看看，往往你就做不到，那说明眼光根本不到位，是不是眼光不到位？哎，眼光不到位，那做股票肯定不行的。真正眼光到位的，就盯着几只股票做就行了，对不对？是不是？主力庄家做多少大资金做一只股票？哎，我们一小资金做了多少只股票，那就是没把握才会去
对吧？左为之，右为之的，这个也是标准的哈。五定青楼，新华经，新华经就不用多讲了。新华经有希望走牛是吧？有希望走牛，因为这只股票我选来选去，就是因为什么？哎，这个筹码已经搬移到这个地方了，筹码搬移到这个位置，那么你要就不出铺，对不对？你要就不过风，一旦过风的话就有点意思。结果它在这地方洗的时候，底部是不是比左侧已经抬高了？这个地方已经抬高，你看到这一波就震荡盘升似的，哎，后面的量价关系也还不错，看到没有？有点小龙威武的感觉啊，就是量型啊，量型就是上涨放量，下跌明显缩量，上涨放量，下跌明显缩量，是吧？然后，哎，这个昨天是小背阳涨停板，这个昨天的涨停板是不是含血的？昨天这个涨停板也是比较含血的啊，比较含血的一个涨停。看到没有？都没有背量，它跟左侧的量比起来都还短的，但是它的收盘价看到没有？它的收盘价已经突破了这些，这边已经突破掉了，这边呢好像还有一点点是吧？这边有一点点，但是左侧的高量都突破掉了，所以这个涨停板就是控盘板，就是我们讲的已经主力庄家已经控盘板了，结果今天呢，哎，又是跳空。是吧？跳空，跳空的拐点是什么？跳空拐点就是昨天的零轴，是不是？这个时候的拐点哦，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封顶是十顶是8块7，那今天最低点8块钱，我的天呐！有时候你要静下心来看的，大家看这个阴十顶为一个十顶峰。十顶峰8块7，今天最低点回踩就回踩了8块7，大家看到没有？是吧？所以啊，我们把这8块7朝这个量波上这个一设置，黄金道也很棒啊。黄金道有的股票用黄金道，有的股票没有，这个就是8.7是一个拐点位置。结果今天是吧？这个量集合竞价，这个要不要急啊？按照这个集合竞价。这样走好不好？不好的，看到没有？是不好的，绿油油的，是不是绿油油的？哎，所以这样的股票是该跌，是不是按照这个走势该跌？可是它今天呢，有没有跌？它上来就往上，而且是震荡盘升，好，然后横，所以这个上来就涨了，不要着急。该跌不跌要引起注意，然后它涨了还一般来说还会回落，结果回到这地方，哎，下来精准踩着左侧的分顶线，是不是九大杠杆精准踩着分顶线，而且这里面又出现我给大家讲交流的知识点是什么知识点？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对了，对了，这是一个阴梯量，而且又是一个什么尖角波？这是不是一个尖角波？尖角波配合这种阴梯量，这个就是往往是主力的拿货，是不是啊？拿货，阴高量后面不跌反升，这个地方又回起来了，是不是又回起来了？所以这只股票今天什么？这个地方是高手的买点，哎，这个位置是高手的买点。那么到后面呢，就是我们安稳健的买点，好吧？稳健的买点，这个地方是第三个最佳最稳健的买点，好吧？大家注意一下啊。所以这个票过风了啊，完全的过风了。我们按照标准啊，还有这个地方有一点，这个地方的风应该不是重量级的了。主要是这边的风了，好吧？那么明天就集合，用集合竞价，好不好？集合竞价，我看明天的拐点放到哪去？明天就不要参考别的了，就参考的自身。这样的票，明天是不是极限是什么？RUV 阳关道，对吧？只要阳关道不破，就可以抱着股票笑。
好吗？哎，这盘中就要结合量波一下，守住阳关道，量波强势就可以持股，否则的话就是可以高抛低吸，好吧？高抛低吸这是新花季。这个天瑞仪器怎么样？天瑞仪器现在是不是在这个做底啊？哎，在这个做底，好吧？我们慢慢的等待。那么这个底部，严格意义是底部这个高量就是虚顶，哎，虚顶是这个虚顶峰7.18块，好吧，7.18块，等它向上的突破，啊，等着已经形成两个王牌了，哎，今天这是阴还阳啊？今天这是阴还阳啊？哎，我刚才没注意啊，今天还放量了，今天这阴了。哎，今天的又是一个假阴真阳啊，这是一个假阴真阳，所以这是阳不是阴，所以应该干什么？应该是看涨的，对不对？然后应该是看涨的哈，我们设好，就结合明天的看明天的后面的表现，只要这个阳守住，然后掉头向上，那么对应的重要的拐点应该就是这个顶，那么。我保守一点，就是以这个鬼门关，左侧的这个鬼门关，啊，那么这个是高量顶，大家看到没有？这是高量先蛇后蛐，实体比较小，我们取虚。今天最高7.17块，还是受阻于这个高量顶的，这个高量顶7.18块，对吧？这是天瑞仪器。哎，这个家伙守了，终于还可守过来了哈。哎，内蒙新华。内蒙新华，我就看你这种走势，这个底没破，这个底抬高，你这个横向量价还是不错的，终于出现低量柱加背量柱啊！今天是低量柱加背量柱，然后一个小单枪，应该是有希望拐头向上啊！我们按照标准就进行，这个地方的拐点，我看看是谁呀？是不是站的阴石顶？哎，对了啊！对了，下去就是这个阴石顶，对不对？这个阴石顶相当于一个分顶线，在这儿的一个小的分顶线，啊，然后再向上突破就是突破分顶线了，啊，这个是内蒙新华，龙神荣华讲过了，中铝国际，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跟踪好了？中铝国际，我觉得应该要跟踪好了，是吧？今天是价升量缩，价升量平，缩量震荡，这个是调整到位，缩量三一涨停板，高量之后洗盘之后低量，这个涨停基因没破坏，而且在这个波段的二一位，对吧？昨天是一个平量柱、低量柱之后的一个背梁，背梁是不是一个小拐点？只要这个背阳。只要这个背量柱不破，等待它向上，是吧？向上出拐点，那么这只股票的拐点就是在这儿，是不是应该在这儿？或者说在这里不一定要看它了啊，它的高量底在这儿，可以看这个拐点，大家注意没？哪个拐点？这个拐点，是不是？把这个阴合并一下啊，主要拐点就是在这里，这个阴实顶。或者说这个鬼门关，因为也是在它的高量的虚底的范围之内，这只股票值得跟踪，所以我们跟踪研究一下看看，好不好？这是中铝国际，它是建筑，哎，还有"一带一路"，看到没有？大家看到啊，这里有"一带一路"，有5G、锂电池、盐湖提锂、央企改革，这个关键是这只股票量价建构，我一直是在跟踪它，觉得还可以的啊。但是今天这好不好？今天的量波形态就不好，啊，我们这个定势是保障，这个定势就不好，对不对？急升急降的是吧？急降然后急升，这个就是没走稳。我们要等标准的，我们要等标准的，哎，这个量波定势，好吧？兰州银行跟踪。哎，兰州银行继续跟踪。兰州银行只要这个涨停板基因不破，这个地方形成，现在真底在抬高，明天出阳的话，哎，
明天出阳的话，那么就可以像这样的银行股可能会结合大盘，那么就是要我们大盘向上，大金融有所表现，那么这个地方出二阳，再结合我们的开盘定势，啊，开盘的量不定势强的话，就是可以等日点，对，就是结合盘面。好不好？结合我们的盘面，一旦我们大盘能够向上进攻突破了，必须要大金融参与，没有大金融参与是难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个也走出来这个形态，它是完全具备条件再来的啊。那么再出阳的就是二阳，哎，等风来，等风口，再出阳就是二阳啊！不要潜伏，不要抱着股票等，我们要抱着资金去等。旭光电子就是我们讲的该强不强的啊，旭光电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庄啊，该强不强太磨叽的，除非我们是战略性的中长庄，那么耐心的跟着它，短线我们就不跟它玩，好不好？这个旭光电子啊，短线就不跟它玩。石粕检测，这个可以跟踪啊，可以跟踪，拐点是谁呀？能够向上进攻突破了，必须要大金融参与，没有大金融参与是难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个也走出来这个形态，它是完全具备条件再来的啊。那么再出阳的就是二阳，哎，等风来，等风口，再出阳就是二阳啊！不要潜伏，不要抱着股票等，我们要抱着资金去等。旭光电子就是我们讲的该强不强的啊，旭光电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庄啊，该强不强太磨叽的，除非我们是战略性的中长庄，那么耐心的跟着它，短线我们就不跟它玩，好不好？这个旭光电子啊，短线就不跟它玩。石粕检测，这个可以跟踪啊，可以跟踪，拐点是谁呀？拐点就是这个鬼门关，哎，你这样都可以出涨停板，底部出涨停板，你这个也是奥底王牌了。这是 T3 T 量柱，今天是 T 量柱，但是是王牌柱，这把这个拐点给站稳就行。哎，这只股票只要把这个拐点啊，是 R 一位，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也不强，我就不多说了。有的想这个票竟然走的还不行啊，你看到没有？大家看到没有？左峰还是没有站稳啊，等它调整之后的机会，走的还不好。但是这是缩三阴下来的，要慢耐心一点啊，跟踪好。这个是涨停基因战法，哎，盘后横行，耐心等待。这个它是东数西算的，迪维逊，贝肯能源今天涨停了吗？贝肯能源今天涨停了，这个是浙江建投，我们讲过了。杭州园林昨天是不是分析过？杭州园林这只股票可以等待啊，拐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高量顶，哎，这个高量柱，我们就等它这个高量定性之后，拐点确认向上，那么就是机会，就是我们的扶己标准啊。我说话说错了，不是机会，是扶己标准。杭州园林它是一只强势品种，强势品种强者调整到位的机会。我们要耐心等待这样的机会，好吗？啊，这个讲的是不是很标准？讲的是不是很标准？它就是 T 量柱，T 量柱今天是不是该调？就是该调。那么我们量柱情涨停书上面关于 T 量柱的战法，大家也还记得吗？T 量柱的战法还记得吗？T 量柱的伏击点是什么？战法？什么样的 T 量柱后面值得关注？T 字变异，对不对？一种是 T 字变异，关键就是说 T 量柱、T3 柱后面找到平衡点、量价平衡点，就是 T 量柱后面找到量价平衡点，那么那个向上的拐就是机会。什么是量价平衡点？你就是后面跌不动了，哎，尤其是守住 T3，好不好？如果这个 T3 守住了，T3 守住了就相当于什么？是不是相当于高量不破啊？实际上 T3 柱它有的时候就是相当于高量柱，对吧？我们量学浓缩了以后只有两种柱，
把量所的量学切根量柱浓缩了以后，就是高量柱和低量柱，或者说三种柱加王牌柱。哎，高量柱低，这 T3 它就是高量柱啊，对不对？你这 T3 不破，不就相当于高量不破吗？然后再向上，是不是一个拐点呢？好吧，这就所以这就既是不是量柱语言？量柱语言，黑牡丹讲过了没？哦，黑牡丹没讲过是吧？黑牡丹标准是不是按照标准？哎，按照标准，你这跳空缺口是一个，这边是一个高量，但是我们底部这是高量不破，高量不破价升量缩，目前是价升量缩，就是在等这个缺口，是不是？把这个缺口一给补掉就欧了，再向上它就可能还有机会。那么再向上，你这高量顶，哎，你这高量顶能不能突破？就动态平衡的。这个是强装的，目前是价升量缩，还能走短一些，但是我们要先短线对待哈，按照标准能不能走得非常强，它也是东数西算的概念，这个是过峰的啊，这是过峰的，能不能走出历史上这种这是大牛市的时候走法啊，这个就是按照量价结构吧哈，所以我们量柱的七大什么标杆太重要了，这个就不好是吧？哎。比一股份，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的案例，大家就清楚了。这个换手够不够啊？这个换手是不够的啊。所以主力庄家拿货没有拿足，这种小盘股适合小资金。哎，那么这个高量在这就不好，是吧？这个票不抢，啊，一定一般一般啊，这只股票不抢。速冲、速控、速先进速冲强不强？不强，这些就是不强装啊。但是走势是可以的。在走上升的趋势，好吗？哎，子龙股份是我们前边挖掘的一只牛票，是吧？有没有队员跟踪这只股票？这个我说速三一、速二一，这个下来，这个是不是执行标准？啊，是不是执行标准？这是高量，放缩量之后放背阳，啊，然后昨天是价升量缩，今天又价板量缩，强不强？泽龙是强的啊，泽龙我当时说了，我还有点仓位在里面跟踪的，所以这个票是我跟踪的，哎，是我跟踪的，就是说在这一天我还留了100股在手上，啊，然后逢低大家说我有没有在那个，有没有在进啊？哎，我在这一天跌停板挂跌停板没买着，我挂跌停板没有买着它啊，哎，那今天呢？对吧？昨天是最佳的哈，昨天是不是这个一旦是低开高走？大家看，低开高走是不是就这个高量不破呀？哎，就是这个高量不破，昨天是最佳伏击点，对的，是不是？我想他应该打个跌停板的话，他竟然不打跌停板，被我们搞怕了，是不是？被我们特战队搞怕了。我们老是跌停板上去捡货，他就吓得不给了。啊，今天这个也是强装啊，这个也是强装。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看一下，像这样的股票，今天的拐点是在哪？是不是这个跳空啊？哎，今天的拐点就是这个跳空缺口是14.6块7，14.6块7，我们在这上面我们标一下。14.67，嗯，不对，不是的，是16.47，我打的我差16.47，16.47，大家看到没有？啊，今天这个集合竞价本来也是看跌的。所以说，集合竞价能不能代替日向？集合竞价是不能够代替日向的，日向为王。按照日向，我们今天就是该涨还是该跌？按照日向价升量缩，它就是该涨的。然后我们下方就是阳关道，是不是下方阳关道，上方就是这个拐点？那么我们今天的集合竞价，大家请看，是不是很漂亮的？哎，那个跳空缺口围绕早盘，围绕着跳空缺口上窜下跳，上窜下跳，
到这个位置配合起来了，看到没有？大家看到没有？哎，这个就是回踩人线，结合我们回踩这个拐点，啊，这个跳空缺口一向上就开始强势，确认了就强势，对吧？这是踩。那么这个是尖角波，哎，日向的尖角波，而且大家注意这个量又吓人的，是不是被骗？是不是被骗？哎，我这里面讲的知识点都有点多了，是吧？有点多了，这是什么？这是尖角波对应的倍量因，倍量因。然后日向是阳关道之上，那么这一种往往就是主力庄家吸货，是不是一个主力吸货？对，阴梯量加上倍量因。加上日向有支撑，一定要日向有支撑啊！你不要日向是下降途中的坑里的票，你也这么去玩啊，那就危险啊！所以这个地方是高手的伏击点，这个地方就是稳健的伏击点，好吗？啊，这是就是泽龙股份啊，也比较强，最近浙江的宁波都非常强悍。这个还有我们粤海饲料，粤海饲料大家执行我们的七大杠杆，对吧？七大标杆。哎，这样的票我本来也不敢的，1、2、3、4、5、6、7，还行，哎，这是七个板，七个板开板之后放量，再放量，看到没？这个是高量，结果我们这一天跳空涨停，是不是站上？是不是高量不破？好，高量不破之后，昨天又是高量涨停板，结果今天大家看到没有？我说要大家忍一忍，什么意思啊？忍一忍，今天是不是跳空低开就在这个阳关道下方？哎，这个时候叫忍一忍，要等它的高量底了，高量底还有虚底，还有跳空缺口了，对不对？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大家明白吗？所以你这里面就是一个高量底啊，这个盘中还有这个虚底，还有这个缺口，今天我们再结合金价，看到没有？哇，这个就是典型的低开高走。跳空阴未破底，高于人线不吃离，好吗？这就是跳空阴不破未破底，高于人线不吃离，对吧？哎，低开高走，一直就奔涨停板，很快的，这然后突破高量顶，对吧？这个就强势，所以我们只要记住标准啊，只要记住标准，用我们王子老师的话说啊，炒什么？哎，怎么说的？我也像那个，就是炒股不懂啊，不懂标准不炒股，是吧？不懂标准不炒股，不如回家卖红薯啊！哎，如果标准不清楚的，你就不能炒股，你不还不如自己回家去卖红薯比较安全一点。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强化一下实盘的。无定情拢这个体系，好吗？哎，我们的股票很多，牛股很多，值得继续跟踪的个股还很多。关键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无定情拢操盘体系这个思想给深入心里，还要把这些知识体系全部掌握到位啊！不是仅仅一个集合竞价就能够解决问题啊！哎，就是一个整体的，前面我上传的知识，赶快学习，好吗？好，就是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多，作业继续从涨停板里面去寻找可以跟踪的强势的龙头品种，尤其是"一带一路"里面啊，还有这个我们中俄概念里面去中俄贸易当中去寻找，重点就是"一带一路"和中俄贸易里面看看有没有可以值得继续跟踪的，好吗？好，我们今天。就讲的时间有点长了，今天哈，对不起大家，讲的时间有点长了。好，狼行千里车肉，古话千途青龙，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